你好，你好啊，就这一台，然后放行李箱吗？好，没哥。这样可以。好，东西掉了。然后到之前可能跟他联络一下，对对对，因为他说那边好像有两条路都一样的路名，所以不太知道怎么走。对对对，好，那就对对对，放倒的没关系哈，放倒了没关系，我都贴好了，这没关系。对对对，好，那就麻烦你了，谢谢。